当时的南充高中就称为啊南充地区的最高学府，因为没有大学，南充高中就最高，所以很出名。莲池泠泠，嘉陵商商，清泉又绕，五凤作祥。南高九十年一路走来，教育的初心总是相似，立志高远，传道授业。学校的成长各有不同，山重水复，有人见证着初心，有人经历了成长。五几年的时候，我们这个老校长廖志云同志就学开罗夫教育学，按照开罗夫的教育来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教师要诲人不倦，学生要学而不厌。这贾子群老师啊，对我们要求特别严格，他要求我们对数学不但要会，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我们南高的在教学方面还有一个优秀的传统，就是要求要因材施教。因为本身当时我的那个物理成绩比较好，然后可能在上课的时候就会看一些那个可能超出目前老师讲的这个范围的一些其他的书籍。对，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对我还是非常包容的。对，在我理解可能就是因材施教吧。望向从前，不必感慨；面对未来，不忘初心。时间的改变意味着人将有变化，对于南高人而言，改变的除了时间，便是勤奋学习的态度；不改变的，除了一如既往的师德师心、纯正严肃的校风，便是那严谨治学、师生共勉的学在当下。我们南充高中的这个学生，这个尊师重道，这是个传统。这个教师是爱生如子，这也是传统。我们的班主任那个叫那个杨光辉杨老师，对学生是非常的关爱。每年我们的生日那一天，杨老师一定是早上第一个打电话的。对，到现在还是这样子。我觉得在他身上也浓缩了一些这种南高老师们的一些精神在其中。老师以学识服务学子，学子以勤勉与老师共荣。在这片九十年尊师重道的土地上，老师们和蔼可亲，学子们温良端正，他们共同传承着南高九十年融洽温馨的师生情，传递着尊重与关爱。我到南高来的时候，就是南高的升学处于低谷。那么九一年以董大田校长为班长的新一届的学校领导，可以说彻头彻尾的以抓升学质量为突破口，对学校的管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南高的九十年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他自己亦如同一个求学者，用每天每时每刻每年每个季度每月的努力改变充实突破，向世人表达着什么是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些困境让南高更有面对教育的担当，更有求学的风骨，更有锤炼的勇气。他们化入南高学子的精神血液中，化为南高的品质与气质，经历时间的洗礼，更加清风沁人。到2002年的时候，通过我们全校老师的共同努力，我们成功创建成四川省首批国家级示范高中。评国家级示范高中，
我们评的是未来，我们要评出方向，我们更要看重这个学校的大学软实力。南高的这一班人，包括我们的教程队，在我们省内任何一个学校都是不差劲的。所以当时那个张家子的组长就说，南高软件不软，硬件不硬，就是这么一句话。建议通过专家组的验收，呈报省教育厅党组予以确认。从建学伊始到升为国家重点，每一步走来都是踏踏实实的抵达，每一份荣誉都是心血所凝结。南高的校训沉勇卓越在我的脑海里种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我几十年的音乐艺术生涯中一直激励着我勇往直前。一直有一种南高精神激励每一个南高人奋勇前行，那就是勤奋、严谨、务实、创新。1927年南高建校时就以养成学生完全人格为目标，以与莲子比其清洁，与江河并其汪洋作为育人的标准。今天我们所有南高人应该在继承这种高贵气质的基础上，秉承陈勇的校训，正心诚意，勇于担当，一心一力去努力实现在巴蜀大地独领风骚的百年南高梦。这已是过去的南高的90年，这也必将是明日的南高的100年。在新的时期，勇于担当，继承南高人的文化自信，保持面向世界的教育情怀，面向未来的教育梦想，以知识塑造人格，以人格处理世事，九志南高，初心常在，目标常新，青春不老。